摇手定情，听说过吗？没有。苗族姑娘听到小伙子求爱的时候，会在他手上咬一口，如果咬得轻，就表示拒绝；咬得重，咬得有牙印，甚至咬出血的时候，就表示他愿意。给我看看。我很早的时候就到外地上大学了，没有牙印。还真的没有啊，一双玉手。齐华，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？你知道什么叫借位吻戏吗？你是说我们借位？要不然的话，我就要被那边那位抢亲了。这个……哎呀，你就当是借位演戏嘛，就演一场戏。那我都没害羞，你害羞什么？是吧？这……哎，反正待会儿你就听我指挥就行了，啊。你先靠过来，靠过来呀。你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你再靠近我一点。就这样，注意安全。停停！注意安全，这最重要。不会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说的。不能切，听到没有？要固定多久？三分钟。听到没有？你先别动，他正在看着呢。要这么入戏吗？当然，不然怎么吓跑他？机会，抓住机会。哎，彩虹。看起来好像挺失落的。人和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看似一步之遥，其实却有那么多的跋山涉水。季老师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经常在一起，你觉得我们不应该经常在一起吗？不是，我……那你觉得我们是应该经常在一起的？我们共处一个办公室，应该经常在一起吧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……我们回去吧。